原标题，史上最睿智的皇帝，先后三次上位，又三次主动退位，此后没名扬。在唐朝的历史上，有一位很特别的皇帝，面对变幻多端的政治格局，他先后三次当皇帝，又三次主动退位，其中前后两次当皇帝时间相差了27年，谱写了一段传奇。他就是唐睿宗李旦。下面来看看他的三让天下。第一次，李旦是让位给母亲武则天。李旦的第一次让位其实是卫士所逼，父亲李治在世时，母亲武则天就掌管朝政，而在李治死后，他短暂地进行临时称制，自己虽然被武则天立为皇帝，但是平常寄居深宫，所有的朝廷事务都是武则天一手操办。而武则天没有取代自己的原因是她的势力还不够强大，这一点唐睿宗李旦看得很清楚，于是他决定以退一步来保全性命。果然在公元689年，武则天开始使用周历，同时改元为再出元年。关于武则天节宗临朝称制的呼声越来越高，而与此同时，武则天利用铁血手段把所有反对自己的呼声都压了下去，反对武则天的朝廷大臣以及宗室纷纷遭遇灭门之祸，武则天称帝已经是不可当。这个时候李旦站出来请求母亲当皇帝，并主动让出皇位，因为如果他不有所表示，武则天必然会毫不犹豫地杀死他。在此之前，他的两位妃子就是血淋淋的教训，生死关头，唐睿宗李旦选择了生存下去。公元690年，武则天称帝，改国号为周，李旦被降为皇嗣。总之，李旦第一次让位给母亲武则天，可以用四个字形容：明哲保身。第二次，李旦让位给皇兄唐中宗李显。公元698年，李显被接回洛阳，李旦数称病不朝，请让位于中宗。显然睿宗称病只是一个借口，他是认为自己年幼，不愿意陷入和皇兄的政治较量之中。这次李旦把自己的太子之位让给了哥哥李显，李显次年被立为太子。公元705年，即神龙元年，爆发了武王政变，史称神龙政变。武则天被迫退位，并传位给太子李显，也就是后来的唐中宗。李显继位后马上封唐睿宗李旦为襄王，但李旦呢，他坚决不受。没多久，李显又别出心裁的封李旦为皇太帝。李旦知道这也是对他的试探，态度很坚决地拒绝了这个封号，其实也是无奈之举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李显有自己的儿子，虽然自己当皇帝顺理成章，但是只要自己一答应，那么距离末日就不远了。总之，李旦第二次让太子之位给哥哥李显，可以用四个字形容：以退为进。第三次，李旦让位给自己的儿子唐玄宗李隆基。公元710年，唐中宗昏弱无能，被韦后和女儿安乐公主联合毒杀。韦后想效仿武则天把持朝政，于是对身为襄王的李旦产生了怀疑，因为李旦曾经做过皇帝和皇嗣。然而李旦一如既往的谦恭，避免了杀身之祸。而韦后由于倒行逆施，李氏族人联合起来，由李隆基和太平公主带领，率领上万禁军冲人皇宫，诛杀了韦后及一干党羽，李旦再次即位。唐睿宗李旦即位后，就把儿子李隆基立为太子。李隆基和太平公主在诛杀韦后之中都是有功之臣，太平公主也有巨大的权力，于是两人展开了明争暗斗。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，如果唐睿宗要批阅什么事情，他必须要问两句话。第一句就是常与太平议否，这件事情跟太平公主商量过了吗？第二句就是
常与三郎一否？这件事情跟三儿子李隆基商量过了吗？在这样的形势下，当皇帝可以说是左右为难。再加上自己政策的接连失误，唐睿宗意识到两点：第一，太平公主和李隆基势均力敌，难分伯仲，而且能力都在自己之上，根本驾驭不了；第二，与其让他们这样的龙争虎斗，让大唐局势越来越混乱，国力在内耗中越来越弱，不如让国家定于一尊，让一个人来发号施令，这才是正道。深思熟虑之后，唐睿宗做出了一个常人难以理解却又在情理之中的举动，退位让贤。让给谁呢？太平公主不可能，于是让给了自己的儿子李隆基，也就是唐玄宗。总之，唐睿宗第三次让位给儿子李隆基可以用四个字形容：情非得已。李旦的三次让位是大智慧的体现，在不利的形势之下能够做到韬光养晦，在至高的地位上能够退位让贤，拿得起放得下，不争不抢，因此能够得以保全自己。公元716年，唐睿宗李旦病逝于百福殿，他谦让的美名成了后人津津乐道的话题。返回搜狐，查看更多责任编辑。